所获报后，立即派人到场查访，并调阅案发现场周遭监视器。经厘清，并没有报案人所述学童遭拉扯或骚扰的情形。那当事学童这才坦诚，是因为希望多得到家长的关心，因此谎称疑似遭不明人士妨碍自由。那当事家长也已经主动上网po文，感谢警方的协助，故本案应为误报案件。